连线品质不佳，真糟糕。为什么会连线品质不佳？哎、欸。还蛮好看的。今天在这个竹山，其实我在松柏岭啊。现在松柏岭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个大本营，很多四季春啊、乌龙啊。的生产基地就是这个南投民间的松柏岭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我一个朋友的家，是叫大坤制茶厂。那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要调整一下东西。因为有时候有广角会，通常会比较好。好，今天是难得就是有跟各位这样闲聊的机会。等一下。我看一下，哎呀，看不到，等一下，我瞧一下，带我瞧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好，今天 pause， 今天其实没有 pause， 今天是处于一个到别人家寄宿，然后呢，这个明后天要去这个竹山比赛的一个节奏，啊，比赛不会赢，我绝对不会赢，我明天就是比一个乌龙茶竞赛，乌龙茶竞赛是在这个竹山比赛啊。竹山要比什么？就是要做乌龙茶，可是我不会做乌龙茶，基本上我就是只会做红茶跟绿茶。而明天呢，要一个人要有差不多十来斤的茶干，那其他十来斤的茶干是要做那个十五斤的茶干，差不多做三斤茶。然后三斤的茶做下来的会有多少呢？那个就是，处于一个介于好喝与不好喝，其实应该是不会好喝的。那大家就在比看谁比较没有那么不好喝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把这个直播的这个名字改一下，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打了第三名，但是第三名其实是这个他这上面的奖牌，因为他曾经得到第三名。今天那个坤州他爸要在那个一定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看不到吗？今天在做茶的一天，然后他们今天呢，这个晚上做了精选，可是他只有做一点点，哦，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，对。对，那他们今天做金萱是做那个自然农法的，那它量不多了。那这个制茶厂，它今天因为怕说明天要下雨，所以说今天就赶快先做。不要用啊！我要分享文章，发布。稍等一下哦。撰写贴文。好，是今天茶厂的有小主人会做茶。回来我这边。好，那刚可能有人没看到，反正今天我在竹山。那他们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在直播？有些人就喜欢看直播，喜欢看我泡茶。啊，今天反正你在等的是，因为坤州他今天去
狮子会，所以我就先等他，然后我今天就先泡茶。那我今天晚上其实我是想喝红茶的。哎，我好像有一支很特别的茶，等一下，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是贵州的，他给我一支茶，应该是特殊的品种，但我要找一下。我记得我带，就是我的这个称重。今天是没人跟我对话啊，拜托跟我对话一下，但我今天要一直讲话很累。我的茶在哪呢？哎靠，找不到。好吧，那我就要泡金泉，又是一个泡金泉的一天。哎，水开。他要烫杯。哎，你讲回来了。哦，他回来了吗？嘿，阿姑回来了。哦，这么快。难得没啊，阿姑。对，有朋友回来。哦，那个姑，这大姑啊。跟周很快就回来。刚刚那个是哦，姑姑啊，等等，这是大舅舅啊，大汉姑啊，哎呀，阿姑啊，什么大姑？今天没有人要聊天吗？没有问我泡什么茶。就我今天只会开直播一下下，然后呢？我是谁？你叫姑？嘿，哎，我在直播，我在直播，我在直播，坤州你看到底了？你叫姑的，坤州跑掉了。这个坤州他非常害羞，他这个是明天比赛的常胜局。两脚不落后哈。哎、欸，好像北部都在下雨。台中下超大雨，你看我家柜台单看哦，跟北客家拢无落。南疆只是很多地方，像北部也今天也在下雨啊。我发现过浊水溪以南天气都超好。看你今天来，你几点到？刚到没多久啊。哦，是啊。那个林洪阳他再不知道再过来，还要再过来？他没有，洪阳哥刚载我过来。对，在我过来以后就我这里有 WiFi 呢，真假的？可以连 WiFi 就好了。不早讲，我还在那边连的我自己的网络很差。这有一个 WiFi， 那个里面那个那叫什么？那个 TP-Link 密码呢？07350。等一下哦，我找一下零什么 TP-Link。他是你妹的什么？我妹小孩啊，07 07 350350147手机也可以连啊。OK， 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直播现在不能断。哈，在直播。哎，我常常在直播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有时候有看。你有在看我的直播？有啦。啊，我直播有大。你就泡茶的时候，然后你就放这边吧。啊，对，我就是放置 play 啊，偶尔才会跟他们这样聊天，可是他们今天又不聊天，奇怪。还是今天在忙，台北下雨吧？不是啊，他们有时候会有人留言。哎，我今天要泡，你有什么茶？你要泡，我要先自主性行销一下你的茶。我刚刚煮。咖巴。嘎巴嘞，好拿来，你拿我泡给他们看。哎、欸，昆州说要泡嘎巴，所以说我今天你们喝到看到嘎巴，啊，说自主性行销啊，大昆制茶厂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给你们定秒定格定久一点。大昆制茶厂的嘎巴，嘎巴是什么？嘎巴是以前日本人的技术啊，放到这边好了，你们看得到，日本人的技术啊，日本人做了什么？无氧发酵。厌氧发酵啊，反正厌氧发酵之后，那个茶就没有什么咖啡因了。啊，没有咖啡因的茶，通常有些人就是喝了觉得比较没负担。可我也不懂说这没负担在哪里。但是因为我喝嘎巴茶，我每次喝嘎巴茶味道，我是不懂得欣赏。今天几点要炒茶？几点炒了？等一下就要炒茶，这么好？我换个衣服就可以炒茶了。你要换个衣服？我回来炒茶了。你现在，他今天有多少菜？今天应该500多而已。500多做全部都无毒的。哦呦，有等一下有照片哪里的？这边的，松柏林这边的。
金圈跟四季都是无毒的哦。你哪有这种装法啦？这里面是一堆散茶，然后这一根框就这个为主，这个为主，这个为主。那、啊、这撒啦，这个没差，那个没差。这撒是除臭的，不是啦，这里面除臭，就像放茶仓一样，这样放着而已啦。这纸哎、欸，这纸会受潮吧、啊？不要那么多。等一下，茶仓拿来装，把它倒回来。它是同一个东西吗？不一样啊，一样一样一样啊，一样啊，一样啊！你那已经受潮，你到底那纸里面全部一起受潮？不会啊，什么？网络不是很好，会顿。好，我等一下，我转再换个网路，然后呢，你们应该会看得到比较不会顿的部分。稍等一下，我重新开。